喂，干嘛呢？我刚下课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迟到啊。我知道啊，那你知道我要跟你说啥吗？你要跟我说我爱你，然后我先说了。你在上大学吗？啊，什么大学？哈尔滨信息工程。啊，哈尔滨信息工程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在哈尔滨嘛，对吧？不对，在沈阳。那他妈为啥叫哈尔滨信息工程？能不能告诉我？因为这是在分校。今天妇女节不是你王才姐，妇女今节天女王节有没有什么打算呀？跟男朋友出去玩一玩呀？哪有男朋友？有男朋友还等你电话了？那我跟你说吧，我爱你。你不还是有一大长串吗？我对无数个人说过我爱你，但我真正心疼的只有你一个。行吧，那我信了，那我也爱你。其实我是客服，我是饿了么客服。我看你还差饿了么客服没打电话呢。那我今天打给你，我可不可以在你那儿订一份外卖啊？订啥外卖啊？我这啥也没有。其实吃什么不重要，是你送过来的就好。情话报呀，我真受不了。好了，那祝你女王节快乐，亲爱的。谢谢。我爱你，拜拜。点个赞再走吧。